随后国家砸下开始出来，那时候没人相信新加坡还有人移民海外，酒家的戏院正在60年代，我转在人群里看明星精彩，那时候粤语片是一片黑白，有些来新加坡拍。穿上校服我就生气起来，你让别人穿过的有期待，比我长大的更快。那时候林青霞的电影最卖，凤飞飞抒情歌曲全班都爱，孙宝林赢了一串金牌回来，我一夜兴奋难耐。